我头上有只脚。快上来！妈妈，我看着爸爸每天工作这么忙，我真的感到很心疼。你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这么煽情啊？爸爸总说工作忙，没有时间陪我玩亲子游戏，我感觉他说的有道理。他忙不忙我还不知道啊，我现在就去叫他过来陪你们玩亲子游戏。这老粉都知道俺们家老苗答应了星星月月每周玩一次亲子游戏的，你看这都两三周过去了，这个老毛病他又犯了。一二干嘛三什么去陪星星月月玩亲子游戏去什么什么。我现在我得那个啊，我吃完东西我得上厕所了。你知道人家星刚刚是怎么说呢？说爸爸工作辛苦还体谅你，你在这里那刷什么刷视频呢？星刚刚真这么说的啊。哎呦我去，别逼我发火，跟你讲愧疚，我现在有点愧疚。扎紧了还愧疚吗？石头剪刀布。玩什么游戏？驯服野马。驯服野马？对。我要长腰真长真长，山歌摇尾巴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哦真的真的，我有个小秘密，我是一个山珍海珍，我是一个山林人，要不敢否认。好了，没驯服。石头剪刀布。啊，好，该你了。石头剪刀布。没事。石头剪刀布，耶！想玩什么游戏？海盗船。海盗船 ，OK。海盗船准备啊！耶！好，石头剪刀布。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石头剪刀布。想玩什么游戏？升降机。想玩升降机啊？耶！叫妈妈了啊！来，过来。感谢梅姐今天叫我，我打算赠送梅姐一次驯服猎马的游戏。好了，来吧，梅姐。我头上有只脚。快上来！驯服猎马，预备，开始！我头上有只脚，只脚身后有尾巴，尾巴谁也不知道，我有啥事？我怕你害我。我陪你老妈玩这个游戏，我真的是我要受伤，我估计我活不长。好了吧？好了，好了没有？头上有只脚，身后有尾巴。好了，今我也很久没陪他们玩亲子游戏了，今天再跟他们玩一个黑暗满捉迷藏。现在全黑了，我开始数了啊，数到二十我就过去找了啊。一我开始找了啊。哦，我这个天哪，好黑呀、啊。我的妈，好像啊，怎么了？紧急事故！怎么了？哎呦，走了！哎呀呀，这个太危险了。这个小黄金不能再藏了，不能再藏，这个不能再藏。哎呦，能不能数慢一点啊？我们都没时间想藏的地方，然后只好往这里钻。行行行，这里不能藏了啊，这里太危险了。哎呦，这个门明天我给它拆了拿去卖了。哎呦，刚刚好危险，我差点那个门砸到他们。那我数到三十，你们慢慢藏啊。哦。一，我开始找了啊！找到梅姐了！
我的怀里还抱着月月，那我抓到梅姐了，过来说吧。都是你欠的。我一看这里有个东西在动，过来。谁动的呀？把灯打开。姐姐。好了，明天小朋友都暑假开学了。嗯，说一下。祝新的学期，祝所有的小朋友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。嗯，学习成绩呢？认真学习就行。好了，那就这么说。今天游戏玩的还挺开心的，你们在家里其实也可以陪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游戏，很好玩的，促进一下亲子关系。明天你们就开学了，希望你们学习成绩棒棒的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